这里进来啊，后面呢、啊？后面其实大都路啊，就是要从这里进来。可以请教吗？可以请教吗？我说话你有听到吗？我是要来做保安的义工啊，然后我一直找路找到现在。然后我现在要怎么样？你是谁？啊，我刚刚说我说话你有听到？我是要做义工，保安义工。然后我有登记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谁？我是黄秀珠，然后第六组，福田班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哦，我请你坐着，等一下我请我们组长进来。好。外面好热。对。啊，然后你我又不知道路啊，啊马路不然要通的，啊马路边要行，走到现在呢。是哦，你等一下，我再通知了。哎，师兄，那个吴秀珠来报道了。黄秀珠。黄秀珠，好，在守卫这里。哦，你们那边已经有报到表了。这里啦，他是我们的关怀员呐、啊。你们知道我吗？我不知道。那、不然怎么说？好像，哦，他是关怀员啊，怎么都没有打电话给我？